我两年没有出专辑了，真的很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，特别是从少女队开始就一直陪着我的歌迷，然后真的谢谢你们。然后我收到很多女孩子都会做手工的，做很多猪的卡片，然后猪的娃娃给我，都会送给你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这个其实在我那个签约记者会的时候穿过，但是重新搭配又是重另外一新种在感 DIY 觉，对的，不换一个袜子，换一个短裤，换一个鞋子，搭这也不一可以样教感导觉。现场的朋友，就是其实衣服拿出来也可以重新 DIY 再组合，对，也很棒。对。好，所以今天要抽出一个幸运的朋友，有人想得到吗？想啊，不过我们只有一件呢，怎么办？把它剪成很多片，抽签喽，104号，有没有人？在那里，好，赶快冲上来！104号，而且呀，还有是女孩子，如果是男生怎么办？对，他可能就每天抱着那个洋装睡觉。我在想，我想女生抽到应该也不会穿吧？好，来，也舍不得穿，来来，掌声欢迎这个幸运的朋友。怎么办？他脸上已经有一个 V 了。那我就在另外一边再换一个。你们现在还想听冰冰唱歌吗？好，想听什么歌？哎，王子变青蛙好不好？下面可以动吗？跳跳看，但是不要跳太过去啦，我们都很担心，我们在后面。好了，因为听说今天现场有日本飞来的歌，两位歌迷在右手边，有一位情侣朋友来这里现场给你支持。哪里？哦，就这两位这样。对对对，两位这个日本朋友特别来到这边给你加油打气哈。好。